迎来到超舒服时代的全新第二季的第一集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金黄姜黄拿铁，是不是很老舍啊？台语可能是叫做孔金姜黄拿铁，英文叫做 Golden Turmeric Latte。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金黄姜黄拿铁会是全素、舒适可 vegan friendly 维根友善的哦。喝了它有三大好处：一、增强抵抗力；二、排毒；三、还有很多抗氧化剂可以防老哦。那我们开始煮之前呢，麻烦请按那个下面的订阅的那个按钮，然后还有开启那个小叮当，这样你才可以看到我每周五发的新影片哦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食材有姜黄，那如果你没有新鲜的姜黄，用姜黄粉也可以哦。还有姜、肉桂粉、黑胡椒粉、蜂糖，还有豆浆。你还会需要一个果汁机把它打碎哦，如果没有果汁机的话，那你就得用切的啦。首先很简单哦，我们把姜黄、姜还有豆浆放到果汁机里搅拌，开始搅拌咯。OK， 只要把它打到你看有一点变黄，然后里面的姜黄跟姜都打碎就可以咯。OK，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，想用煮的给它加热，因为这样子煮起来其实那个姜黄会释放出来更多哦。啊，如果你懒惰的话，用微波也可以。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个刚刚打好姜黄汁呢放进去锅碗里面，锅盆里哦，然后还是当底下来的，然后呢再把肉桂粉跟胡椒都加进去，然后蜂糖也是加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煮吧，要记得一直拉哦，因为这样那个豆浆它不会掉，那个掉点会比较不会煮到臭回答。那你看，当它开始变热的时候，那个这个姜黄拿铁就你看越变越黄了，因为那个姜黄已经开始被释放出来咯。你看有没有越变越黄了？然后你看现在开始滚了，开始滚了，你有没有看瞬间滚了之后，那个豆浆整个都被那个姜黄覆盖，然后变安尼黄油油，像金黄色、黄金色，有无？就安尼，安尼就会杀了。好，我们把那个煮好的金黄姜黄拿铁倒到你喜欢的杯子里哦。那我今天比较想走气质路线，所以我把它倒到茶杯里，安尼看起来是不是看起来较有气质咧？好了哦，我们的金黄姜黄拿铁好了，你看美不美啊？我们来喝喝看吧。金黄姜黄拿铁，干杯！嗯，好好喝哦，喝了之后全身暖乎乎的哦，活得健康，活得快乐，呜呼！下周五见哦。差点。